头顶不舒服啊！我看到那个飞机一直在旋转，一直在旋转，一直在旋转的，旋转的面呐、啊，它旋转不是总体的旋转有个面嘛？它那个面啊，在翻转，翻转，翻转啊，就是这样转，再翻转，再这样转，再倒扣的转啊，再倒扣的转，倒扣过来，再倒扣过来转，再倒扣过来转，这个面也是一直在转。面一直在转啊，它的整体那个面在转，飞机自身在转之外，还有它那个，应该来是我们这个叫什么面？它那个运动的那个形成的一个面，它也在翻滚，也在转，也在转，像一个大球滚动似的啊。飞机在转的时候，它本身也在转，就像又有自转又有公转啊，这个意思啊，有自转又有公转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在转转转转。转转然后有点往那个，往东北方向啊、往东北方向再翻滚啊、东北方向再翻滚，所以这个一翻滚的话，因为它是那个除了这个飞碟自己在转，飞碟转的平面也在滚，那么就滚出来的话，各个方向了嘛，那么这个气候变化就很明显的，形成那个气候变化啊。变化有很多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。